哎，你在玩什么啊？我在玩扭蛋啊，接电扭蛋 Q&A 有奖征答开跑咯，十题答对七题，获得七颗扭蛋就有抽奖机会哦。有智慧型手机、LED 电视、平板电脑等401个奖项。哦，好棒哦！我也要参加。到台电网站接电有你、台电有礼活动网页，点选有奖征答，再点入游戏。只要是居住在国内年满七岁就可以参加。每题作答时间限时15秒，有3张提示卡可以使用哟。那可以泄题一下吗？我是说考前复习啦。那来提示你常错的题目吧。住商型简易时间电价多久收费一次？答案是 A 一个月一次。 LED 灯泡的光通量单位是？答案是 A 流明。关于 CSPF 值的叙述何者错误？答案是 B CSPF 值越低代表越省电。都会了吗？活动只到9月28哟，一起来闯关拿大奖。好，手刀来去参加。